你知道墨西哥有世界十大之一的海滩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朱子文。环球骑行从古巴回到墨西哥坎昆，继续美洲大陆的骑行穿越之旅。航拍下的坎昆，海天一色，美轮美奂。坎昆海滩是世界十大海滩之一，三面环海，与古巴隔海相望。在玛雅语中，坎昆意为挂在彩虹一端的瓦罐，被认为是欢乐和幸福的象征。这里的海面平静清澈，因其深浅、海底生物情况和阳光照射等原因，呈现出白色、天蓝、深蓝、黑色等多种颜色。离开坎昆洁白又充满性感画面的白沙滩，我继续骑行前往七青一茶。Vamos！Vamos！Vamos！Amigo！哎呀，这墨西哥虽然热啊。但是，上午11点以前，下午四点以后，就不那么热了。然后这路又平，路平的话，那就骑起来爽呗。到了七青一茶玛雅城邦，先遇到了两个从美国骑过来的中国车友。我们一起在小树林露营一晚，隔天我们去买原材料，准备搞一顿火锅。看一下，我们是吧，在七青一茶的这个遗址的外面啊，看我们在干什么呢？好。一地啊，一地火锅啊！这是我们的新疆大哥，这就是之前遇到的环球车友眼里的佳威，估计是被他的同伴弄得没了脾气，全程无语无互动。很给力的火锅，哈哈！坐在这儿，谁？啊？啊，给靠近了。他要什么弹琴？我说我没空。你的放正一点，对。辣吧？不是一般的辣，是超级辣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墨西哥魔鬼椒，闻一口都是。咦，这什么？看一下啊。这也是辣椒，咦，你这是什么？鸡精，你自己带的？买的。啊？买的。超市里卖。这不是鸡精吗？咖喱吧，你要不全放了呗？我这都倒多了，什么倒多了？这个，一下，嗯，熏了，好，看看，就是若干年后，我们会记住在墨西哥的七青一茶的门口。我们几个人吃着火锅，喝着可乐，躲着烈日的骄阳，魔鬼椒啊，魔鬼椒，再配上一口火辣辣的大蒜，吃。
航拍告别新疆大哥和嘉威，他们短途骑行，从美国洛杉矶一路骑到墨西哥坎昆。嘉威回国，在深圳找工作上班，和大哥骑回美国德州，祝他们一路平安。骑行伊查，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。玛雅语的音译意为在伊查的水井口，位于墨西哥东南部尤卡坦半岛，曾是玛雅古国最繁华的城邦，始建于公元5世纪，是玛雅城市文化顶峰时期的重要遗址。